接下来，请收看《长老发育》。我们现在解释华藏世界的这个佛地国度，这个佛国度指着毗卢遮那佛的国度，和毗卢遮那佛的国度是空的，解释佛国度本空，因为缘起而出生了华藏世界，缘是什么事物呢？缘是什么？世界本空，因境有，这个境界的缘，也可以世界本空因缘有，缘生诸法。在这华藏世界的成教，它的有四种缘，四种缘。第一种，明这个声闻缘觉成的，它能解脱了三界一些出众的业祸，因为他没有佛智，没有佛的智慧，不利众生，此与空寂。第二种是为了三乘的菩萨，他想求生净土，所以佛这个叫四现的这个佛的果道，就华藏世界。因为三乘菩萨他没能彻底的证得法性的离体，他的情知情见，他的知见啊，知见不能普遍利益一切众生，他在情上情感上，不是智慧啊，情感上有个净土跟秽土的差别的分别，他在净秽土之间，在土之间，在所依报的依报，他不能得到自在，不能得到自在就没有受用。不能了知诸法之实相，这不能证得它的本体。但是利为了利益众生，显得福德的殊胜。这个福德的相啊，差别种种差别不同。人家说心净故在国土净，心不净到哪儿都不净净。但是这里头显现的不同，为了令一切众生没有执着，没有取舍，就像那个空中的云一样的，一会儿变化了，一会儿变化了，
如果是你静心观呐、啊，空中的云呐、啊、变化万千。哎呀，第三种是令一切那个法空的众生啊，也法众生，嗯，为法空无相的道理。有好多种人一听说空了，他就落于断见，他空了什么都没有了，他做入世想，他不知道空而不空的道理。啊，一说空了，佛教一讲空，就像我们出家呀，到出家道场里遁入空门呢，他不理解空门不空的，还有好多事儿要做呢。他们想出家，一出家了就说，社会上有种俗话呀，说你馋哪去当厨师去，一天围着那个菜转。禅当出自懒出家，而要想睡大觉的出家就好了，出家一天睡大觉。你们出了家了是一天睡大觉？对，嗯，有一类众生他不为什么呢？一说空，他一法空什么都没捞摸了，他不知道那个空啊，法空是无相啊。无相之相，无不相。空是说法性的离体，法性离体要随切住缘，缘生故有，因缘所生的法，没有实质性的。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就是空，对，但是这是。空者是空那个执着，咱说空了并不是把一切事物都毁了才叫空，就是在一切事物之上所以沿着空里的，不是落于断见，什么都没有了是断见，因为一切法是长存的，是常见，出家就不欲落二边呐，即不落于断，也不落于常。诸佛的果德，一切善恶因果的报应，你是空不掉的呀。是随缘还旧业啊，切莫造新殃，别再犯罪了。令你观是空的法，让你空缺的是无明。无明空了就成就德业了，德业是不空的，这让人的变化幻术耍魔术的事，他好多的奇异，你说那哪儿来的，哪儿也没有，他变化的，就是无所充了已无所去，这都是要参的了，就要靠你思维修，思维修是惯例，就是往昔大愿所成的显现的华藏世界，其他的大菩萨住方的大菩萨到这儿看华藏世界庄严无比，咱们住在华藏世界当中，咱看华藏世界是什么样的，华藏世界的娑婆世界，就是咱们所受的、所住的。在诸佛往昔是大愿修成的华藏世界，在咱们呢是业，你所做的业，业力所成的。你随着业的引现。见好环境，见坏环境，见你的肉体，见你的医报，你这一正二报是随你业而生的，也随你的业而灭。那你转了，转了，你也到清净。你没转，没转就是烦恼。
就是五浊哪氏，这个上来所讲这个都是玄义，说要讲这品了，华藏世界，要讲华藏世界了，没入文，先讲讲大义。什么？昨天跟今天所谈的就是华藏的大义，华藏世界的大义。现在在学《华严经》的经文，来解释这个文啊，解释《华严经》的经文。它也分几大段，一个是说华藏世界的因果，说它的自体的因果。第二是明这个华藏世界的南部庄严，第三个是明这个华藏世界所出的差，差无差别。以入世的文字文这一段经文啊，解释华藏庄严世界这个名词，先解释名词。这里头有长行，有记述。凡是取果的地方，就属于他修因的时候，是指人说的。这因呐、修因呐，深广难测。讲难测呢，第二段就张这个因的体相，体相。来辨别华藏世界。而是普贤菩萨复告大众言：诸佛子，此华藏世界海是毗卢遮那如来往昔与世界海为陈述劫修菩萨行时，一劫中亲近世界海为陈述佛，一佛所静修世界海为陈述大愿之所严净。这个一举例啊，就是刹海，刹是刹度，刹是最大的，不是像咱们这个一个国度一个国度，刹里头包括了无数刹，每处刹都是包括了无量无边的世界，把它称为刹海。这个华藏世界海是毗卢遮那佛最受修行处所所得的净佛国度。先讲修因吧，修因的时间长得很，把佛刹磨成了微尘，每一微尘又做一刹。过去在这个三乘教义里头说，三奇是三大恶生奇劫，三个没法取成数字的数字，成就佛国了。华严经可不是，华藏经是一说时间了，没有时间，无央数的时间，无央数是不可知数，不可知，不可知。感到华藏世界的说这个数字的话，华严经单有一品说数字，阿僧祇品有120多个大数，那不是凡夫所能算得出来的，也不是二乘圣人所能知道的。我们怎么办呢？莫得缩短。无量劫的时分呢，就是一时。经过好多，经过无量数的时分呢，就行了，不计数，不计数。多劫是一念，
一面是差臣为处处节。说这嘛，就这样讲，无量劫就是十分，经过很长的十分就是了。所以在那些个是多劫当中，遇到很多殊胜的因缘，很多殊缘就亲近了很多诸佛。咱们现在是亲近这个毗卢遮那佛的化身佛释迦牟尼，释迦牟尼即是毗卢遮那，毗卢遮那就是释迦牟尼。说用的时候释迦牟尼，说体的时候毗卢遮那。说到经过长时间修，长时间经过好长时间以多劫，多劫遇到殊胜因缘，遇见诸佛，在这个多佛的当中，他都发了清净的大愿，大愿愿成就一个清净佛国度。每位道友出了家之后了，想找一个好的处所，就是找个好的道场，也等于找个清净的修行的地方，学习的地方，能够断烦恼的地方，了生死的地方。在这个当中呢，或者是到这个长庄或者一个庙住一段时间，在那个庙住到时间，总感觉不合适，不合适的对自己的意念身所受的心里所想的叫不相应，不相应住不下去了。不是一生两生啊，经过无量生啊。为什么生下来十九岁就想出家？继续前因。你今生做比丘，比丘你死了，死了又流转来了，来了还想前头，哎，我是个和尚，我是个比丘尼，还要出家，这前因不昧，不昧。这种力量你说不出来，每个人回忆一下吧。特别出家二众师父，你回忆一下你的过程吧，一心想出家，出了家了都想断烦恼，殊不知啊，烦恼是越断越多呀。谁给你的烦恼呢？你自己生起的，没谁给你了。在这儿住着不合适，到那儿住住不合适，要你的心能够适应物，心能够事物，心呐要能转景，不要被环境转。心能转景就同佛一样了，心能同佛了。和你的心呐被景转，总被环境转，就是这个心呐、被环境转，总是烦烦恼恼的。在这儿住着也不合适，到那儿住着也不合适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合适的。有没有出家又还俗的呢？很多，现在也很多。还了俗了更不合适。那个烦恼更多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再出家，比丘尼是不行了，比丘还可以。就是我再出家，第一个条件先得忏悔。我再想征戒，再想受戒，把前头的罪啊忏完了再说。没忏完，不能再受比丘戒了。
禅境前夜才能重生。那不是这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不是现在这个擦海子这种条件。对，那毗卢遮那佛不是这样子，他在每一个劫里头，不就每个时分当中，梵语劫波嘛，尺云时分，时日最长者叫阿僧祇，时日最短者叫刹那，一刹那之间。也就是一念之间嘛，念之间。毗卢遮那佛在静修，要想有个处所，那就自己创一个。像我说住谁的都不合适，那我自己建一个。这样，我住这个庙不合适，那个庙不合适，我自己修个庙。自己修的该合适吧。然后这个房子不合适，买房子搬家，到处挑地头转，就想找一个住处的相应。所以经过很长很长的时分，发了很久很多的清净大愿，修行了很多很多的功行，才成就华藏世界。那这篇的来意就是这样的，这么来的。从他最初发心，像我们最初发心，遇着佛释迦牟尼佛了，没看见佛呀，没看见佛，这是佛的末法呀。你不看见佛像，你不看见佛经，你怎么发愿呢？这是从你最初发心，发誓，发什么呢？要成佛，要度众生，成了佛了，这个住处处所呀。长大成人了，说离开父母了，你自己得有间房子，管他是租的吗？买的吗？管他怎么地呢？得有自己有个处所呀。也入世，发愿时候，我成佛的时候，我令这个世界如何如何。阿弥陀佛也是这样发愿的，48愿成就个极乐世界，我整个摄度众生。咱把释迦牟尼佛也是毗卢遮那佛的末这个法分作这个三段，一个正法时期，一个相法时期，一个末法时期。咱们现在嘛，是末法时期，封到释迦牟尼佛了，而且封到的是末法，我也发愿成佛，也像毗卢遮那这样子的，自己发愿庄严一个佛世界。那咱们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来到人间了，也发心信佛修道，因为在学法当中，观就是思维，观就是心里想，在学习当中时候，想象毗卢遮那时候，他经过很长的时间呢。在那个燕灯佛、燕灯宝济，在二个时期就是供养的很多很多的佛，在三个时期又经过供养很多的佛，总数大概有好多呢，供养36恒河萨。一恒河沙有好多沙子呢，咱们这个智慧是算不出来的。恒河沙比长江沙细得多，恒河是好几千里啊，5000多里吧，
这么长，那河里的沙子有好多呢，咱这智慧是不知道了，那在佛的智慧，一个恒河沙数字不够，大概是经过36个恒河沙正常，有的经上说38恒沙，不从数字计较了，单说他修行的成果，成果才能够经过这么长的时间，供养诸佛，以什么供养呢？证得了无生法印，证得无生法印，无生法印把它调过来解释。我印度句啊，不是引一切法无生，这叫无生法印。承认一切诸法不自生不他生，无生无不生，这种观念，观念一切法，思维一切诸法，在这个大智的论说，那个时候释迦牟尼，也就是毗卢遮那，用五华供养燃灯佛。很少的五花，这五枝花嘛，咱们供养花有用一大把一把的，一把一捆一捆的哈，这五枝花，金刚身上说，我有少法可得，就是无法可得，金刚经说佛是不是燃灯佛与我受记啊？没有，他不与我受记，就是无法可得，也没有受记之法，也没有学习之法，是什么法呢？无生法，无生法，无限可住，那还说没有，还等什么？等其余其他的一切法门。有大悲普世，有大悲心，心里从来不起愤念，连对众生对一切事物起个不高兴，一个愤念，连这个念都没有，赞叹恒河沙数诸佛的功德，修无上菩提，修六多罗蜜，这样的只是这些个说这个华藏世界的成就从发心而来的，接着修行经过六度万行修满了，团经讲十度，十度圆满，在一的佛所静修有世界微尘数的海，做比喻啊，那些微尘数的大愿，我不经常跟我们诸位道友说发大愿吗？发愿，这发好多个愿呢，那个愿可太多了，见什么发什么愿，有人发成愿。普贤菩萨十大愿，咱从净恒品开始嘛，十一卷的时候啊，就发大愿，愿是无穷无尽的，到佛国干果呢也是无穷无尽的，在其他的经论里头都说六度万行，华严经一说就是十数圆满，十大愿，因为这些个不是三乘的教义，是一乘圆满的教义，是都显佛果的果德，显佛的法身的本体，显方广的相容，因身
国烦，音乐声国越烦恼越